包宝宝以多伦多中国城为背景，影片中一位华裔母亲做的一只包子突然变成天真活泼的包宝宝，带给这位因儿子长大离家而郁郁寡欢的空巢妈妈很多快乐。但随着包宝宝的长大，妈妈的过度保护与包宝宝的渴望独立两者产生矛盾，使妈妈再次陷入痛苦。这部动画短片由华裔动画艺术家石之宇执导和编剧，他曾参与皮克斯工作室《超人总动员2》等多部动画片的制作，他也是首位执导皮克斯动画短片的女性。作品的灵感来自姜饼人以及那些我童年读过的黑暗童话，我也想向我的家乡加拿大多伦多致敬，向我的家人致敬，他们是加拿大华人。我想在影片中融入我喜欢的一切，中国食物和母亲一起做的包子。我想探讨过度保护的父母和子女之间的关系，以及这样的父母如何学会放手。而包子就是象征这一种关系的隐喻，因为在亚洲家庭中，父母的爱往往通过食物传递。在华人聚居的多伦多长大的石之宇是家里的独女，他说动画短片也反映了他自己的一些经历。短片非常个人化，受到我童年经历的启发。我小时候，我妈妈带我就像一个视为掌中宝的包宝宝，她会保护我，确保我是安全的，没有徘徊得太远。有评论认为，包宝宝是亚洲移民经历的生动表现。不过，这部让亚裔深有感触的作品，也能让其他文化背景的观众产生共鸣。不论人们是来自华人家庭，还是亚洲背景，或其他文化的背景，他们都能对妈妈这个角色有共鸣，或者是对包宝宝的角色或女朋友的角色产生共鸣，总有让人们产生共鸣的东西。包宝宝让29岁的石之宇获得了第一个奥斯奖提名。石之宇透露说，他正在执导皮克斯的一部动画长片，这将是一部怎样的作品，令人期待。美国之音库科，洛杉矶报道。